隐藏，漫漫强热血几回平，看罢了古今多少事，英雄莫问莫问出身，莫问出身顶天立地男子汉，花开花落俏佳人，尽了悲欢多少情，英雄自古自古无完人，无完人。洪都侯蓝玉，吉安侯陆中亨，敖国公唐圣宗，荥梁侯费聚，南雄侯赵玉石等勾结胡惟庸，欺君坏法，结党谋逆，逻辑剥夺所有职衔俸禄，拘拿归案，待督察院及刑部严审重办。蓝将军，在下奉旨。二虎，我想跟你说一句交心的话。请将军示下。你知道你的哥哥大虎是怎么死的吗？你呀，会比他死得更惨。带走。皇上，臣已将胡惟庸及其奸党罪状整理完毕，呈皇上御览。这个肇事奸党录翻告天下。奉旨将肇事奸党录布告朝廷上下、京城内外及天下百姓。天哪，惟庸他快当上宰相了。你看你看，还有兵部尚书、文旦学士、中军副帅、四路平章政事。哎呀，那么多大臣和将军。对啊，一个个都是侯爵伯爵。哦，这一下子全完了。哎，闪开，快闪开，闪开呀，听见没有，闪开呀。卢四，嚷嚷什么呢？闪开闪开，向爷爷看告示。莲花，哎，老爷，上车，赶快上车。禀相国，皇上令末将前来迎驾，末将来迟，请相国恕罪。来迟了，你们忙啊，请相国上车吧。拉我上哪儿去啊？是刑部大牢，还是督察院呢？皇上口谕，仍回相国府居住。是吗？是。真是山中方起日，世上
一千年呐。你的鹰犬找着什么证据了吗？禀相国，属下正在搜查，请相国稍后。李善长接旨，走。皇上口谕，剥夺李善长爵位俸禄，拘押元府，闭门思过，待审。臣领旨谢恩。蒲统领，皇上口谕，所有锦衣卫退出李府，即日起由内务府供应李相粮饷和生活用物，不必惊扰。遵旨。晚辈末将告辞。太子，宋大人沟通奸党，属下奉旨将他解送刑部关押。胡说！宋濂是我的启蒙老师，和胡惟庸势不两立，他怎么可能勾结奸党呢？禀太子，锦衣卫从宋大人书房中查出与胡惟庸等人来往信函多达17封。禀太子，逮捕宋大人是皇上的旨意，请太子见谅。走。父皇，父皇，胡惟庸当朝多年，众大臣之间谁无书信往来？宋濂获罪，纯属株连。儿臣恳求父皇宽恕宋濂吧，他是儿臣的师父啊。起来。儿臣叩求父皇了。还有蓝玉、陆仲亨、费举、唐圣宗他们虽然有罪，但儿臣叩求父皇，可否念在他们多年战功的份上，免去一死，发送回乡为民，叫当地官员严加管束。你给咱起来。父皇，免他们一死吧，这不光是儿臣的心愿，母后爷爷什么？他说了什么话？你要一字不差的给咱讲出来，说。母后说削夺范氏勋贵和骄兵悍将们军权就够了，不必处死。他还说真下犯罪，天子亦难逃其责，做皇上的应先下罪己诏，再下诏示奸党路，这样才合圣君之道啊。他多嘴，他就爱多嘴。彪儿啊，你怎么也这么糊涂呢？抓住他，你给咱紧紧的抓住，抓住。父皇，这经济上都是刺。他身上确实是刺，
不敢抓是吧？看爹抓给你看。父皇。父皇。表儿，现在你可以拿住他了吧？这荆棘啊，就像是皇帝的权杖，趁爹现在还活着，把他上面的刺儿都给你撸干净了，你这样才拿着顺手啊。爹啊，太知道你了，你呀太仁慈，过于仁慈了。如果你是个学士的话那很好，可你是太子储君呐，这仁慈会要了你的命的。爹死了以后你是斗不过他们的，反而会死在他们的手里，而且天下还要大乱。就像当年咱们一块进扬州城断壁残垣遍地尸骸的那种景象又会再现，你懂吗？儿臣懂了。起来吧，彪儿。知道这荆棘是干什么用的吗？是贬斥罪犯用的。除了鞭打犯人还有什么用啊？儿臣不知道。难道宋濂没有跟你讲过神农氏的故事吗？这荆棘原本是味药材，可以解毒疗伤驱寒活血，所以啊这荆棘不光是鞭打犯人的利器，还是救死扶伤之良物啊。大恶大痛是其表，大善大和是其性啊。儿臣懂了。彪儿啊，你不要老把眼睛盯在京城里面，你也应该去看看外面的天下。在京城爹是杀了不少人，但杀的都是那些不法勋贵悖逆将士，还有贪官污吏。在京城外那些士农工商良民百姓，爹可一个都没杀呀。奉天殿上是血流成河，可是咱的大明天下正在繁荣昌盛，不管是人口耕地钱粮赋税都远远地超过了前朝，所以爹杀得值，爹永远都不会后悔。是。禀皇上，首批服罪陈将九人应在正午时分处斩，现在还有半个时辰，末将特来请皇上示下，有无新的旨意？没有，按时行刑。是。等等，彪儿啊，你去监斩。父皇，我要让你好好看看他们的脑袋是怎么掉下来的，你要永远给咱记住这个场面。快去，去。儿臣遵旨。
汉子。他是想自尽的，这个孬种，咱咋会生出这样懦弱的儿子来？皇上息怒，太子已经获救，太医详查过，说一切吉祥。臣以为太子是一时失神，失足落入水中，而绝不是投河自尽。此情臣斗胆请皇上明察。你说什么？臣说太子是失足落水，不是投河自尽。对对对对，李靖啊，你说的对，太子是一慌神失足落水的，不是什么投河自尽。听着，谁敢说太子投河自尽的，杀无赦。领旨。你们俩先下去吧。风啊，玉儿啊，进来呀。皇后那边咋样啊？禀皇上，娘娘已经五天不进水米了。那你怎么不早禀报啊？你奴婢有罪。娘娘不让我说。李靖哪，臣在。你听听，太子投河，皇后绝食，他们个个逼着咱宽恕那帮罪臣呢。啊，那个东西也给咱拟好了没有？拟好了，在臣身上。随咱来，快起来快起来。决定了，咱宽恕李善长，宋连骂咱也不杀他了，让他归乡养老。这回你可以吃点东西了吧？啊？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朝廷里边出了这样的奸党，你这个当皇上，难道就没有一点过错？你是说罪己诏吗？李靖，把罪己诏念给皇后娘娘听听。遵旨。朕开元以来，上承天意，下顺民心，海内万物昌盛，海外万国来朝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胡骑征剿殆尽，边疆太平，仓储丰盛。正逢盛世升平时，却有奸党滋生，欺君坏法，结党谋逆。朕动若观火，为祖宗大介意，毅然除奸。重八，这就是你的罪己诏？是。在我听来，句句都是夸自己的话。妹子啊，
咱朱重八这辈子最恨别人逼咱，也最恨你干政。我明白，你呀，你是想让我给你出主意，又恨我给你出主意。若是我的主意比你的高明，你心里就更恨。自己饿死是不是啊？饿死好啊，你死了咱不心疼，咱会乐呵呵的给你下葬。咱你死吧，啊，死吧，你死去吧，你死了好，你死了以后咱马上再立皇后，咱想立几个就立几个，咱一气立仨子。回去，重八，没人比我更了解你。我要是死了，你就再也不会是你了。查，韩国公李善长虽与胡惟庸私交甚密，情同师生，但胡惟庸升任左丞相时，李善长曾极力反对，由此可见李善长对胡惟庸欺君擅权早有警惕。朕念及李善长谋国多年，尽诚尽智，着赦免其过，降为侯爵，发还查没物品，在京静养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晚辈恭喜李大人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皇上，皇上，玉儿叫咱禀报，今儿早上娘娘开始进食了。真的？真的。进多少？半碗小米粥，一个馒头。嘿，玉儿都快乐死了。太医们怎么说？太医说，娘娘只要进食，就能慢慢调理好。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太好了。这样，咱们下完朝以后啊，一块去瞅瞅他去啊。胡文庸一案，让咱思虑万千呢。现决定，彻底裁撤中书省，废除宰相制，大明王朝。只有天子当国，永远不能再有相国作乱。从现在起，由皇帝直辖各部、院、五军都督府，以及南北各行省。此旨，咱还要写入皇明祖训，敕令，后继子孙，永远遵行。遵旨。另外啊。这件事咱决议已定，列位臣工都不准再奏。遵旨。这下可好，没了中书省，六部的权威将大大提高，凡有事翘首而入，直达天庭。
皇上真乃旷世圣君，一举撤除殷西2000余年的宰相制。你们且看，从洪武14年起，漫漫青史都将改写了。皇上，户部尚书吕产仍然跪在奉天殿上，不肯退朝。他想干啥呀？臣询问过吕大人，他执意要向皇上觐见。咱已经说过了，废中书，撤宰相，咱心意已决，不准任何人觐见。臣估计吕敞会一直跪到天明，甚至跪到明日上朝。让护卫把他给轰出去。遵旨。啊，等等，还是咱亲自去吧。禀皇上，臣不想找死，臣只想觐见。哎呀，吕敞啊，你怎么就这么呆呢？咱废除了中书省，是为了永远不要再出现奸相胡惟庸。哎，再说了，胡惟庸把你整成这个惨样子，你还维护宰相制，呆！臣以为胡惟庸有罪，宰相制无辜啊。自春秋以来，各朝各代无不是天子坐朝，宰相治国，在此制之下，甚是迭出啊！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，诸位贤君概莫能外。那说明此制上合天理人伦，下合中华国情呐、能保江山永固，社稷太平呐、太平啊！奸相胡惟庸欺君篡权、结党谋逆，差点替咱做了这个皇上。哎，你说哪还有什么太平啊？皇上，奸相虽有，可贤相也很多啊。比如秦之商鞅、汉之萧何、唐之魏征、宋之王安石。他没有相权辅政，皇权岂能独行呢？什么话？若是一个皇上离不开宰相的话，那这个皇上就是阿斗。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咱再也不要什么宰相了。咱要既做朝，也治国，直接掌理军政，上通下达，省得那些宰相从中作乱。怎么着？你觉得咱没这本事？哎，皇上有这个本事，那是绰绰有余啊！我皇乃是圣君，圣君当朝自然百事无余啊。臣担心的是，这后世之君难保个个都是圣君呢。啊，如果百年之后他出了一个弱君，甚至于昏君，那怎么办呢？到那个时候，谁来辅导弱君？谁来节制着昏君呢？你这个老混账！你敢辱没咱的后世之君吗？臣，臣不敢，臣万万不敢！哎呀，皇上，你心里明白，臣只是维护宰相制，其意是为了大明，是为了皇上啊！爸。罢了罢了啊！咱心意已决，此事不要再论了。皇上，皇上，臣既然在朝为臣，那就要为国建言，否则那就是臣的不忠啊！在这件事情上，臣要一检再检，直到皇上恩准。
你们这些人怎么就这么愚呢？咱已经说过了，不准你再见。哎，皇上，此事关系大明千秋大业，皇朝万载啊，在这件事情上，那臣就是愚，臣要一奏再奏，明天上朝臣还要举折进谏呢。你听着，明日朝会，咱的龙椅旁边会有一把龙头硬弓，谁要再敢提宰相二字，咱亲手杀死他。回去。皇上，你就是把微臣说到了腹背对穿，臣也要把奏折递上你的龙案呐。早朝时辰到，众臣入朝。臣叩见皇上。臣吕敞冒死进谏，恢复中书省，另选能成为相。退下。臣冒死进谏。退下。臣冒死进谏。父皇，为整治奸臣汉将作乱，并防止贪官污吏再度不法，特首制大告，颁行天下。皇上说了，从今往后，凡我大明百姓受到贪官污吏欺压，无处伸冤者，即可头顶一部大号上京告状，当地官员如有阻拦，斩无赦。别抢！皇上，奴婢叩见皇上。怎么了？昨日娘娘病势突然严重，清早醒来，娘娘奴婢都认不出来了。妹子啊，重吧。哎，你瞧瞧，妹子一下子就把咱给认出来了，你还好吧？好。哎，啊，药来了，咱吃药成吗？啊？吃药。哎，你扶我起来。好。哎。
妹子，你靠着咱，咱慢慢喝啊。哎，不急啊。烫吗？苦啊。妹子，你要听哥话，你要好好的调理，你千万不能。不能怎样？不能死喽。你呀，净说傻话，人人都会死的，我为什么就不能死？不能。我要是不死，那就不是人了。你千万不能死啊！你要一死，再没人叫咱重八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死的。我这辈子当皇后是当够了，可是我当你妹子还没当够，永远没够。妹子，行了，重八，别这样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让人家笑话。妹子，咱求你了。要好起来，这样，等您病好了啊，咱带着你出去逛风景去。咱大明的所有的名山大川，你爱去哪儿，咱就陪你去哪儿。真的？真真切切。那你的朝廷政务怎么办？交给彪儿啊，彪儿他成。就为你这个，我也要好起来。妹子，你一定能好起来，一定能好起来。听着，皇后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你们也就不用活了。传旨各省，征集良医良药，谁能够把皇后给治好了，赏万金，封万户侯。禀皇上，这道旨意您昨天已经下过了。在下从今儿起一日一旨。遵旨。退下吧，玉儿，我在这儿，你仔细听着，有一件事要你办，你能吩咐吧？我这个病肯定是没治的，娘娘。我死了以后，皇上会把替我看病的太医统统杀掉，他一定做得到。趁着我还活着，你把他们送出宫去，让他们赶紧逃命，逃得越远越好。
娘娘，送他们出宫，他们伺候我这么久，不该死的。你去呀，你去，快去，快去呀，再去。皇上，啊，咱知道天快亮了，这就睡啊。皇上，娘娘病天了。妹子，咱来瞅您来了。小心一人。
咱妹子，咱砍了你！他死了，我头疼的，快炸！上尉是千年不遇的豪杰，玉儿，阿虎。